大家好，上一节课呢，咱们介绍了绘画控制，也使用了基于 Cookie 的去跟踪用户。那这节课呢，咱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种处理绘画控制的一个技术，就是 Session 技术。好，我们来打开课件。这是上节课咱们介绍了什么是绘画控制，然后也介绍了基于 Cookie 的技术。那这节课咱们介绍一下 Session 技术。那前面咱说了，有了 Cookie 已经能实现用户跟踪了，为什么还要用 Session 技术呢？咱们都知道，在 Web 的技术的发展史上，虽然 Cookie 技术的出现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但是 Cookie 是在客户端电脑中保存资料的。咱们可以看这个图，是在客户端电脑上，咱们上一节课也看到了保存在客户端电脑的位置上的那个文本文件。既然在客户端保存，那么客户端呢就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程序是不能改客户端的东西的。但是比如说，如果 PHP 能修改客户端的文件，那有很多一些人呢就会写一些破坏客户端电脑的一些系统，别人一访问你的网站就会把客户端某一些系统破坏掉了。所以呢，语言的本身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 Cookie 呢又能改配客户端文件，但是呢安全性呢它不会说破坏客户端系统，因为 Cookie 只是保存到客户端的固定的目录下，而且呢名称是根据你网站名称有关的，你只能修改自己的那个 Cookie 的文件，不能修改其他的。所以呢除了 Cookie 那个文件，其他任何地方的文件都访问不了，所以服务器不会破坏客户端电脑。其实这是一些担心。所以呢 Cookie 是服务器向客户端电脑中写资料，所以呢用户可以不使用 Cookie 技术。那如果 Web 服务器无法通过 Cookie 来保存信息，那咱就得换成 Session 了。比如说用户怎么能让这个客户端不使用这个信息，假如说咱看咱上节课做的那例子，我还在这保存着 Locals 的细说 PHP 下边的 COKIE Cookie 里边，你看保存信息退出，再重新登录 Admin，你看登录可以成功。但是如果你看啊，我退出，我把这个工具选项 Internet 的选项里边隐私里边，我把这个比如说这是接收所有 Cookie， 这是阻止所有 Cookie， 或者你在高级里边替代阻止第三方阻止 Cookie， 确定现在浏览器是有缓存，现在你看重新登录admin， 你看还能登录，但是我现在关掉浏览器，我刚才已经设置完了吗？再重新打开浏览器，再重新访问刚才那个 Cookie 里边，刷新一下，这是换哦 Cookie 这个，我看一下工具 Internet 的选项隐私已经关掉了，等会重新有浏览器都关掉了，Cookie 里边细说 PHP 下边的这 Windows 浏览器有一个缓存的问题啊，admin 登录，还是换火狐浏览器吧。你看开启火狐浏览器，那我开启一下啊。好，开启了，你看我用火狐浏览器先演示一下 PHP 下边的 COKIE Cookie 下边的登录，把字符集改过来 UTL8， 看 admin 登录 admin，
看一下是可以的，然后第二页第三页，现在我在工具里边选项里边看火狐浏览器，也是这个隐私里边，你看一下，把这个接收 cookie 的选项我都给去掉，确定。现在我在访问，你看就直接登录了，不好使了， admin 怎么登录也登录不成功了。刚才是咱们 IE 那块有一些缓存，假如说下次从你电脑之后它就没有了啊，不然它有一些缓存的信息，也跟不同的浏览器有关系啊。现在我 cookie 是不接收的，是不好用了，这就是阻止了 cookie 的运行。那现在我想使用呢，选项隐私里边接收这些都选上，确定。你看我现在再登录 admin 又好使了，这就是客户端可以阻止不让服务器设置它的 cookie 内容。当然了，这个阻止是没有必要的，咱们正常上网的时候这个呢都是让它开启的就行了，它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就像假如说咱们到商场办那个会员卡，那如果这个会员卡你看客户端弄丢了，或者是下次到商店没有带这个信息，那服务器就不认为你是会员。那咱们把它 cookie 不行，咱们就用 session 是在服务器端保存用户的信息，是在服务器端保存用户信息的，也就是把刚才这些所有的用户信息，这些比如说把这些不是在客户端保存的了，把它是在服务器端保存的一个用户信息，有100个用户在服务器端就保存100个用户信息，那有1000个用户呢在服务器端就保存1000个用户信息，这样就需要服务器有很大的一些存储空间。假如在服务器端比如说保存这两个用户信息，现在客户端再来到这块，那么只要从服务器端把用户信息取出就行了，不在客户端获取，这就是服务器端的 session 技术。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像我们说了，你到商场去办会员卡，然后呢你自己假如说我怕弄丢了，那商场说可以我们帮你保存，但是你要记住卡号，要记住卡号。所以呢下次你来的时候，因为服务器里边假如说保存几千个用户信息的话都在一起，你用户登录了，那么服务器怎么知道我从哪个session信息里边把你这个用户信息取出来啊？只有你过来的时候说一下你的卡号我才知道，那这里边就是session ID。 所以呢用户每次登录都是一个唯一的session ID， 一万个用户登录就有一万个session ID， 只要你到服务器每个页面说出你的session ID， 那么服务器就能通过你的session ID 对应的你自己的用户信息把你取出来在各个页面中使用。那这个 session ID 就有两种，客户端得保存 session ID， 那都在什么地方能保存 session ID 啊？所以有两点，一个是基于 cookie 的，基于 cookie cookie 的，一个是 cookie， 也就是还是用 cookie 保存 session ID， 前面咱介绍过 cookie 了，里边保存数据之后你在各个页面都会有这个 session ID， 在各个页面都会有这个带到这个 session ID 过来。但是如果用户把这个 cookie 关掉了，那我怎么用 session cookie ID 啊？关掉之后咱们地址栏上边这个地方还可以保存啊 session ID， 等于 session ID 呢就是一段字符串，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唯一的，所以在客户端只有两个地方能保存，要么是 cookie， 如果 cookie 关闭了你只有通过地址栏保存这个 session ID， 在各个页面都带着这个地址栏才能够把这个 session ID 带到各个页面。所以呢我们这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cookie 的，一种是基于 URL 的，两种 cookie 的设置，两种那个 session ID 的设置形式。那假如说我现在是基于 cookie 的，我现在是基于 cookie 的，那看咱们做一下实验，我怎么设置这个 session。 首先呢咱们说了前面咱们介绍半天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session 是在服务器端保存客户信息的一个技术， cookie 是在客户端保存信息的技术。但是服务器端保存多个数据得通过一个符号来找出是哪个用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是服务器端的，比如说我们就想知道 session 保存多长时间，然后呢保存的位置在哪儿。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 PHP 的配置文件，既然是服务器端，那就在服务器端配置，服务器端配置呢那肯定通过配置文件配置，所以呢我们把 PHP 的配置文件打开，这儿呢，把配置文件打开，你搜索一下 session， 你看这些都是跟 session 有关的配置选项，都是，比如说这里边 session 保存的路径，你看默认保存到了这个下边 local 下边的临时路径下，这些呢都是像这个都是隐藏文件的临时路径下，当然这个路径我可以指定。那 session 保存到服务器端，既然是在服务器端保存，你就可以把 session 的信息指定到数据库里保存，也可以指定到memcache 里保存，默认是使用文件保存，保存到本机，如果用户量比较大的话，我也可以用文件夹共享的方式，再另一下也可以使用 NFS 或者38的方式保存到其他的服务器上，只要你指定好这个路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 session 是使用 cookie 的，然后这块你看 session 也有名字，名字是这个你可以改变的，这个呢是否开启 session， session 的 cookie 的生存时间，还有 cookie 的保存路径， cookie 的域等等，这里边咱们用到哪个我先给你介绍哪个就可以了。你看最大的生存时间是多少，客户端最大生存时间。好，我们知道了 session 是在服务器端配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做 session 必须有几步。那第一步，我们 session 设置和 cookie 不同，首先必须得启动，看一下我这里边 session， 假设这块做一个 demo.php 文件，一会儿呢最后咱们再通过一个例子来完成。 session 的设置呢不同于 cookie， 咱说必须得启动，启动的函数就是 session start， start session start， 它就会开启 session。 为了开启 session 呢是以便呢让 PHP 的核心程序将和 session 相关的内建环境变量预先载入到内存中，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什么参数，直接 session start 就行了。但是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开启一个绘画，二是返回已经存在的绘画，已经存在的绘画。如果是基于 cookie 的 session， 那使用这个函数开启 session 之前呢不能有任何输出的内容，因为基于 cookie 的 session 是在开启的时候 session start它会生成一个唯一的一个 session ID， 然后保存到客户端电脑的 cookie 中，就和 set cookie 是一样的，调用之前不能有任何输出，空格空行也不行。那你看一下我们这块 session start 开启了，然后开启 session 之后我就可以把数据保存到 session 里边。怎么保存呢？在 PHP 的函数里边有很多 session 注册的函数，你看 session session 绘画控制，你看这里边下边有这么多函数，有这么多。以前呢咱们都使用注册的信息 session 注册，把它注册到服务器上，但是我们现在只要使用超全局数组就可以了， dollar 下划线 session ion， 比如说注册一个变量 AA 等于一行一，注册一个 session变量 BB 等于2，这样我现在一访问这个 demo 页面，这样 demo.php 你看一下，现在就把 session 注册到
服务器端了。那怎么能看到它注册的服务器端？你看，我输出一下这个 session ID， SESSLN， 通过这个函数 session ID 就可以获取到 session ID。你看一下，通过它创建的唯一的一个 session ID。当我到第二个页面，比如说我这块得有个 to.php， 每个页面都必须开启 session。session start， 你看一下第二页面，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获取到 session 里边所有信息了。因为 session 的信息在哪保存呢？在这个数组里边，所以只要我输出的数组每个成员就会输出 session 信息了。然后我这块也输出一下 session ID， 括号，你看一下，现在刷新，是你看这个 ID 很长的一个字符串，16进制的32字符串，你看后边四个字母记一下，7564。现在我访问 to.php， 你看一下 session 里边数据数组是这个，当然你可以保存二位数组进来，再让它等于数组也是可以的。然后你看一下这块还是7564。那现在咱们来研究一下原理，已经在服务器的两个页面之间已经能获取到这个变量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分析一下，那所有的功劳都在这个 session start 这块。如果用户是第一次访问你这个网站，开启了 session start， 它会分配一个 session ID 给你客户端。那我现在是基于 cookie 的这个 session ID 保存到哪儿了呢？保存到客户端的 cookie 里了。怎么能知道？你看，我从每个页面里边，假如从这页面里边吧，我再输出一下 C， cookie 里边是$下划线 COOKIE 里边这块，通过cookie 里边咱上去看到的是通过名和值，名呢就是 session 的名，那 session 的名是哪个名呢？在配置文件里边咱们也有看到，是这个，这就代表 session 的名，以这个名字保存的值。看一下，我现在再输出一下这个，你看也是这个值 7564， 是在 cookie 中的保存的。当然这个名称我也可以用不同配置文件粘过来，你要是直接粘名的话，配置文件变的话，你这也得手工的改，你用 ses session name， session ID 是获取 ID 的， session name 是获取 session 名的，就是配置文件中指定那个名。你这个再看一下，效果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访问第一次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创建一个 session ID， 并分配给客户端去保存。就像你到第一次到商场，你想办会员，商场给你办一个会员卡，然后呢，会员卡是保存到商家这里的，但是它会把卡号给你，那这也是一样，信息是保存到服务器端的，但是会有一个 session ID 给你客户端。那默认我是开启 cookie 的，它就用 cookie 去保存。刚才那你从那 cookie 里读出来了，你看能读出这个 session ID。然后我去访问第二个页面的时候，这个也开启了 session start 了。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每访问这个页面都重新来一个新的 session ID， 如果 session ID 是变化的话，那么会判断是另外一个身份。所以呢，当访问第二页面的时候，第一个页面已经 start 一次了，访问一次了，已经把 session ID 保存到客户端了。那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呢，是客户端带着自己的session ID 过来的，也就是从 cookie 里边带着这个过来的。就像我们这个图一样，用户是带着，现在是把这个 session ID 保存到这儿的。我把那个长的字符串，比如说我复制过来，这个是保存到这个太短了，这块是在这儿呢。第一次访问页面的时候把 session ID 放到这里，然后第二次过来的是带着这个过来的，
所以呢，这个 session start 的作用，它是如果没有 session ID， 第一次访问是没有 session ID， 它会创建。那第二次访问有 session ID 了，它就不创建 session ID 了，就用原有的那个 session ID 来开启这个绘画，所以才能保证每个页面是相同的 session ID。既然是相同的 session ID， 都能通过这个 session ID 找到服务器中对应的这个数据。这样的话，它到哪个页面都使用同一个 session ID 了，因为这个 session start。如果是有 session ID， 它就不去开启了，不去重新分配了，所以这两个作用。那有的说了，每个页面使用 session start 麻烦，你看服务器端配置文件中，这有个自动 start 0，你把这个值改成1，那么每个脚本都不用开启 session 了，都是自动开启的，是这样。设置这个等于1，但是呢？使用这一之后，每一页面都不用使用 session start 开启了。但是启用这个选项呢，也有一些限制，它不能将对象放入到什么？不能将对象放入到 session 中，因为类的定义必须在启动 session 之前加载。所以呢，你要是这么开启的话，也就说明有一些功能 PHP 执行不了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对象不能放到 session 中了，所以呢，不建议你通过配置文件来开启 session start。你最好手动的开启 session start， 又因为 session start 有一个什么功能啊？它会创建这个 session ID 发给客户端，所以你在这个之前 session start 之前不要有任何输出，比如说输出哪怕一个空格，或者你看我这块多一个空格，这也算是输出，那你看我这块就会出错，比如说访问 demo.php 告诉我们 session start头之前已经发送，这是原来的 cookie 里边保存的，我没删掉的，有这个，对吧？所以它也属于头函数中的一种，所以在这个之前不要有任何输出，哪怕空格空行都不行，你这是空行，这是空格，这都不行，要保证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启 session 和向 session 里保存数据，当然 session 里边也可以保存数组 session， 比如说CC 等于 ARAY 等于一个这个值保存数组等于1 2 4，这都可以的，刷新一下，让它注册一下，然后你看到兔页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边值是一个数组了，是这样的。这就是开启 session 和向 session 里边存值，咱们用到了 session start 以获取 session ID 的方法，这个还有session name， session 的名称。那 session 保存多长时间呢？那就在配置文件里边看到的，你可以设置这个保存的路径，你可以设置这个 cookie 保存 cookie 的路径，然后就 cookie 跟路径第四个参数的路径，最大的生存时间是这些。那咱们如何注销 session 呢？有注册，咱们也有销毁啊。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销毁的，你看一下，叫做销毁之后，下次呢 session ID 就会变化了，就会重新变化。比如这块有一个des.php， 你看我怎么销毁 session， 分这么几步。第一步也必须开启 session， 开启 session 就是 session start， 销毁也得要这个。然后呢，就是把 cookie 是一个值一个值，将客户端里边内容将客户端里边的变量删除。那 session 呢，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删除，$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里边的，比如说可以这么删除 un set， 删除这里边某一个一个值，比如删除刚才是 aa， 删除这里边的 bb cc， 可以删除这三个值，
看一下。但是呢，我们这么删除呢比较麻烦，如果它有几十个值的话，我们要写几十个。那有的就这么想了，我能不能这么做？这样，把 session 整个数组都删除。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服务器端就没有 session 数组了，那下次使用的时候就会受影响了，千万不要这么做。那咱们怎么做呢？最方便呢？因为它是直接用数组的方式，不是像那 cookie 是用 set cookie 的函数，所以有第二步，清空 session 值，很好办。你直接用 $ 下划线 session， 直接等于空数组。那这样的话，这个数组还存在，但是值是空了。那 session 数组是空了，如果默认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 cookie 的，这个 cookie 的里边还存着 session ID 呢。我要把这个 session ID 也要删除啊。刚才咱们获取到了，在证明过了，这个 cookie 里边保存这个Cookie ID 是哪个？看到没有？是这个 session 名，这个通过 session 名对应的，因为它 cookie 里边设置值是这样的 set cookie， 就跟咱们这段声明一样。session 名咱们也刚才已经前面已经读过了，就是配置文件中的这个值。你看，就是这个值，配置文件中这个值，你可以直接写那个值，但是没有必要。然后呢 session 这里边 session 名，这就是 session ID 自动获取的 session ID 那个乱码，然后生存时间是配服务器端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哪去了？酷黑生存时间零的就是浏览器关闭的时候。你当然一开始指定比如说30天，那么30天呢 cookie 都在你客户端存着，你过来之后直接都有这个 session ID， 都是登录的状态，但你得把这个时间可以任意的改掉嘛，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第三步就需要干嘛呀？删除 cookie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cookie 删除掉。所以首先判断有可能是有，咱们说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cookie 的，一种是基于 URL 的。如果你直接这么写 set cookie set cookie， 删除谁啊？删除这里边的 session session name， 删除这个，比如直接这么写，那有可能要不是基于 cookie 的，没有这变量啊，有可能就出错了。所以咱先判断这块，删除客户端的客户端在Cookie 中的 session ID， 那怎么删除呢？你看一下，很简单，只要我们先判断一下就可以。比如说 is set 判断 $ 下划线 cookie 在 cookie 的超级全球数组里边 session name。看这个 session 名在 cookie 里边客户端保没保存着，如果有这个变量，如果这个变量存在，加一括号，我们再去使用 set cookie cookie 将 session 名对应这个值是空的时间，比如说减去3600，直接写就可以了。那这样就可以了吗？千万记住，如果咱们上节课介绍的 session， 咱们只指定了前三个参数，第四个参数是保存哪个目录下有效的，咱们没指定。而这个 cookie 这个指定 session 的时候呢，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了 cookie 的路径，也就是第四个参数，所以咱这块也必须得，这块一定要记住，不然你删不掉这个 cookie， 也要把这个路径指定上，因为配置文件这块指定了这个根路径了，所以从根下边的 cookie 全要它删除。那这些只是将 session 清除了，也将 session 里边的 session 这个 ID 对应客户端的也删除了，但是 session 的其他服务器的信息，相关信息咱们没销毁，所以咱们直接调用 session 这块
destroy， 这是第四步，干嘛？是彻底彻底销毁销毁三身，就分这四步。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销毁，就看这个塞身 ID 变不变化。比如说现在我这块访问demo.php， 现在还是这个 CC， 看这个塞身 ID 怎么刷新都是 C564， 访问这个 to.php， 你看这塞身 ID 还是 CC564， 那当然我现在访问 des.php 刷新一下，我现在再访问demo.php CC564， 不对，没有注销成功。我们看一下什么原因，你看这块 cookie 的名我们没加括号，所以呢 session ID， 也就是客户端的 session ID 我们没清除的话，还是借助于 session ID 开启的，所以是不行的。那我们在这块重新来一下 des.php， 然后我们在 demo.php， 你看变化了 C08E。 如果再销毁一次 des.php， 我再返回一次 demo.php， 你看又是 E3F56， 每次都是变化的。如果 session ID 变化了，那说明服务器端的东西都销毁了，然后又执行的重新生成重新注册的一个过程。这就是session 的使用。但是我现在是干嘛的，的确是使用 session 了，但是我现在是基于 cookie 的，还是借助于客户端的 cookie 里边存这个 session ID。 咱们呢先不着急用基于 URL 的，我先就用咱们现在可以开启，明白了 session 的原理，可以开启，可以向 session 里边注册，也可以销毁，也可以从 session 里边读取数据。咱们现在来完成上一节课，按上节课咱们例子做一个管理系统，这先不关。看咱们现在是 cookie 这个目录，我把它复制一下，改成 session 的形式， session 的目录。先看这里边，从这里边登录开始，我原来这里边登录的判断这个一样，只不过我这块加一个 session start， 开启 session。当然了，这块得加一个开启 session， 然后我所有的注册这些信息，当然这些时间是在配置文件中注册的，这个时间你写到配置文件里去，其他都不变。我只要在这块 ，lw， 不是，到了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的用户名等于到了下划线 post 里边传过来的用户名，给他注册一个，再在 session 里边注册一个 UID 等于 ROW 里边的 ID。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上一节课的介绍的话，那你先去看一下上节课这个例子 session， 注册一个 is login， login 我前面也怕有这个is login 5，我随便写的一个变量值啊，等于1，等成功。然后 hard 函数转向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里边你看，我要先转向之前，我这里边可以先输出一下，既然它开启 session 了，我就想办法输出一下 session ID， 这样 session session ID。但是别忘了，我有输出 session ID 的时候，有输出 session ID 了，我再往下执行，这会又执行 hard 函数了， hard 前边有输出了，所以这块就不能用 hard 函数。那怎么办呢？我这个位置我就不能这么多了，怎么办？用 JavaScript 跳转就没问题了， script script， 然后这会输出
ROCTLN 位置等于 index.php， 看一下，用加小数块跳转，因为前面有输出了，哈的函数就不行了，其他的都不用变。登录成功之后到第二页面，登录成功之后到主页面，那主页面呢，之前呢你看首页面里边都包含一个 comm.php， 那在 comm.php 里边，这里边就不能从 cookie 里边获取这个 aslogin 了，应该从 sesslin session 里边获取。然后这里边是加的，我记得是5，可以判断。然后再到这个主页面里边，你看一下还什么地方，用户名，读用户名的地方，这块也需要改成 sesslin 了，从 session 里边把用户名获取到。这里边读用户 ID 也需要从sesslin 里边获取到，从服务器端获取到吗？其他地方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到二级页面，所有的一样把这块改成 session 里边获取到的，这块也改成 sesslin session 里边。然后我在 three 的页面再改一下 sesslin， 这也要改掉 sesslin。 然后退出这个按钮 log out， 那我同样要把用户名从 session 里边获取到，但是这块我前面一定要，既然包含这个了，这个里边你看我每个里边都没有 session star， 所以我得通过这个里边先干嘛呀，给它去掉，先都开启 session star， sesln session star tart 都要开，先开启 session star。 然后我可以在每个页面中，我先把这个退出，开始 session star 之后销毁，按照咱们前边这四步，在我们这里边的最后一个 log out 这块就不是这个销毁了，直接再见，用这个销毁，直接用这个销毁。好，好，这都改过来了。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好不好用，比如说我先访问到这里边的 session sesln session 下边的 index.php， 它会不会跳转的主页，你看会跳转，现在的 session ID 是 e3f56， 我输入 admin， 但是我其他页面现在还没有输出这个 session， 所以呢我在这都输出一下啊，看好这个 session ID 是不是都是一个。比如说我在首页面上这块，你好，前边输出 sesln session ID， 连接个换行，我都在这个位置输出，每个页面都加一个，图页面也在同一个位置，然后three 页面我也在这个位置加一个，退出页面得在 session star 之前，但是销毁了又不行了，在这吧，我把这个 sid 等于 sesslin session id 先把它获取到，然后输出再见之后再输出一下这个 sid，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好，最后咱看一下，比如登录 admin， 密码 admin，看这个页面还是 e3f56， 转到第二页面，第二页面还是这个，第三个页面还可以退出再见，这个重新登录，你看又换了一个 session ID 了。然后我用 USER 密码再重新登录 CE902， 第二页面也是 CE902， 第三个页面也是这个，退出还是这个，重新登录，你看刚才已经退出，又换了一个 8419， 再用 Hello 用户， Hello 用户，咱们这里边数据库有三个用户，你看还是8419，
第二页面，第三个页面，这就是基于筛审的绘画控制。基于筛审的，那我说这个功能是不是咱们已经写完了吗？也可以跟踪用户了吗？但是咱说了，这个和 Cookie 基于 Cookie 的没什么区别。如果我现在把它变成，看啊，这块变成，选项，我现在不接受 Cookie， 确定。我现在再访问，你看一下，我每刷新一次都会变一次，现在根本都登录不了了，因为我再提交另外一个页面也会转回来，筛审 ID 是变化的。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先复制一份这个筛审，改成筛审一目录下，我在这个筛审目录下里边改，你看一下，从一个页面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我让它现在咱们做成是叫基于 URL 的。什么叫基于 URL 呢？就想不使用 Cookie 也可以用，现在我就是不使用 Cookie 是不能用的，我只要把这个 session ID 第一个页面获取的 session ID 放到这个地址栏这块，把它放到这儿， SID 等于这个值，那我就可以带到第二个页面了。怎么做？比如说看下登录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块哎，问号 SID 等于我这随便起的一个变量，等于什么呢？看一下，连接上 SESSION 下划线 ID， 这样跳转的时候到主页面的时候就干嘛了？把这 SID 带过去了。而我在这块登录的时候，这块也有地址，虽然提交给自己，第一次获取 SID 也让它带过来，问号SID 等于间括问号 PHP 问号间括号输出 SESSION session ID， 然后到第二个页面，你看啊，转到这个页面来之后，有只要有跳转页面的位置，第一页面第二页面首页这样啊， AHIF 再来一个到首页这块 index.php 问号斜杠 A，第二，这样，首页这块我也得加上问号 SID 等于间括号 PHP 问号间括号输出 SESSION session ID， 然后每个地方都加上这样的变量。然后我再粘贴一下到一级页面有了，二级页面跳转的地方只有这块，然后第三个页面下边跳转的地方是这样。这回我们再来试一下，你看啊，刷新一下三张 ID 还在变化，刷新咱们就不用管了。admin， 这回我们的一点登录的时候，它三张 ID 就会传过去。你看一下，在这块就把上一次的三张 ID 传过来了。但是为什么也不好使？因为虽然是传过来了，但是客户端你随便用一个变量传过来的三张 ID， 我用 SID 随便用的一个变量。你看一下，我 session star 怎么就能随便用到你这个变量啊，用到这个 SID 啊，所以还是不行的。我怎么办？我得先用在 session star 前面使用 SESSION session ID， 我得告诉 session star 我用的是哪个有 session ID 用的是哪个。所以这里面就得判断，如果 is set 有这个$下划线 get 我传过来的 SID， 那我就告诉这个就有这个三声大，这里边我传一个谁啊，$下划线 get
SID， 然后每个页面在使用之前，当然其他页面都30star都在这个前面呢，所以我只要在这个前面30star前面开启之前，这个 session ID 可以获取 session ID， 也可以设置 session ID， 这不就地址栏传过来了吗？设置 session ID， 告诉 session star 用哪个 session ID 来开启绘画。你要不设置这个，他不知道用哪个 session ID， 还以为客户端会有传过来的呢。所以这回就可以了，如果不出错的话，我把这个后边的 SID 去掉。你看，每次还会变化的，刷新没问题了。你看 admin 登录，哦，没设置成功吗？主页面这块 indexed 登录这块 SID session ID SID session star， 这没问题了，我再试一下，已经把 SID 传过来了， SID 也可以传到这个位置了。 admin， 用户密码有误，换一个用户 USER 它没有跳转，是不是我跳转这条代码有误啊？我看一下执没执行到这个地方，输出一行井号，如果执行到这块是跳转没成功。 admin 好，跳转没成功，因为执行到这里边了，执行到这里边证明咱们就是成功的，那跳转没成功，这里边咱看一下，哦， SID 这块有个单引号，得在这块连接完之后再连接个单引号，在这个之后，这回再试一下，是刚才咱们那儿写错 admin 登录，好，跳转了，权限有了，用户名读取错误，咱先别管这，先看第二页第三页，退出，再见，重新登录又变了一个 admin， 这块某个用户名没读出来，这块应该是 session 用户 session username post username， 不会啊， session 所有信息都读出来了，为什么只有用户名没读出来啊？我在这个里边再打印一下啊，这是主页面，打印一下 session， 直接打印 session 整个数组到首页里边，用户名是空， UID 11，这个都没问题，我再换一下，退出，换一个用户，重新登录 USER 用户你好，用户名 USER 还是空，难道 POST 里边没传过来值吗？没传过来肯定不对的，POST 里不是 username， 是什么？是 name， 传过来的是 name， 我刚才写错了，你看表单是 name， 马虎了。这回咱看一下退出，因为只有这一点错误，很好调的。admin， 好 ，admin 你好，你再确认这个，退出，我再试一下。假设我再使用hello 用户 ，hello 用户就可以了。现在第二页面、第三个页面都可以了，用这个保存的 session ID， 每个页面的 session ID 又能保持一致了。这现在咱们就做到了。不基于谁的？不基于cookie 的，基于 URL 的实现的。但是呢，你没觉得很麻烦吗？所以咱有第二种解决方案。现在你需要
每个地方前面指定 URL SID， 所以呢我把这个再复制一份，几种情况，然后再去改这个。你看，如果我这个下标名称不叫做 SID， 而叫跟 session 名一样，那 session 名是谁啊？在配置文件里边看到是这个名称。如果我写这名称，因为 cookie 发过来的就是这个名称，如果在这写这个名称，你看在这块也写这个名称，每个地方我都写这个名称，只要链接的位置，看一下，再粘到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中，主页面刚才写了第二个页面，然后第三个页面 three， 你看一下，我就可以简化什么了呢？就不用在前边，因为你默认用这里边传过都是 session 名传过来的，所以呢这个 session star 印是 session 名，你就不用在前边指定 session ID 了，这个地方不用指定了，你看这个地方也不用指定了，就刚才加载那个文件。那这回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用了呢，我们再把这块再回到登录这个地方，你看我再使用 admin， 看一样可以的，第二个页面、第三个页面都不用指定了，退出，我再用重新登录，再用 hello 用户 ，hello 用户也好，你看就用这个名称就不用指定了，因为 session star 就找这个名称用，如果没有这个名称的话，不管 cookie 传过来也好，还是链接传过来也好，没有这个名称，咱们就得用 session ID 去强制指定。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这块如果接收 cookie 的话，用户不一定说全是关闭的，有开启的一部分，比如占 90%， 有没开启不 cookie 的占 10%， 那他们是现在我要是用基于 URL 的话，你看一下，刷新一下 admin， 我现在已经开启 cookie 了，但是它还是基于 URL 的，所以咱们能不能做成，如果是开启 cookie 的，咱们就用 cookie 保存 session ID， 如果是没开启 cookie 的，咱们就用谁啊，如果没开启 cookie 的，咱们就基于 URL 的，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常量，咱们这块输出的你不要输出 SID， 使用这个 SID 这个常量，这个常量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是基于 cookie 的它就是空，这个常量，整个这一个常量代表的就是刚才咱说的那个字符串问号连接 SID， 当然这个得写到这块啊，如果是基于 cookie 的它就是空，如果是关闭 cookie 的它就是代表刚才咱说的这个名称和 session ID 的值，所以咱可以把这个地方都换掉，直接输出 SID 这个常量 ，SID 这个常量。那么二级页面和三首页面、主页面都可以，这块都变了，都变成输出 SID。我把所有的这里边链接地址都换一下，不能换这儿，从这儿开始都换一下，一直到这个双引号，好，每个页面我也都去写一下，比如说三级页面，然后这个咱们这块就可以删掉了，这已经删过了，只不过开启的是两个缓存文件，
这块二级页面，这回我们看一下，你看我们回到现在是退出，重新登录，现在是基于谁的，我这块工具里边选项已经开启 cookie 了，咱说有，假如说有 90% 开启 cookie 的，那么开启 cookie 的时候，你现在我看一下 admin 登录，你看基于 cookie 的这块就没有显示地址栏，我再显示第二页第三页退出都没有了，重新登录又到好使了。而我现在如果关闭这个 cookie， 关闭它之后，这个 SID 就是一个什么值呢？看一下，关闭之后这个 SID 就是刚才那个 session 名和 session ID 的一个串，一个变量名值的形式。看一下，我这现在是关闭 cookie 的情况，所以我这块你看我再登录，先刷新一下 admin 登录，你看一下这块就自动加上连接了，第二页第三页第二页首页，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基于 session 的和基于 URL 的都可以用了。基于如果它没开启 cookie 的话，就可以使用 URL 的形式，如果它开启的就使用它的 cookie 的话，就使用它客户端 cookie 的形式去保存这个会上 ID。 但这个就唯一一点就是你做起来特别的麻烦，做起来特别麻烦，你要在每一个链接上都这么加这个 session ID， 只要写链接你就得加一个 session ID， 多麻烦呢，对吧？你想如果像你网站首页有几十个，那你都得写上这样的形式，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再复制一份，再改成 session 3这种形式，然后我们在 session 里边再改，这回怎么改呢？你看一下，我把这些都删掉，都删掉，但是我这个不删，然后所有在链接的地方，在这个 SID 地方都删掉，就是你在写链接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看一下，还是跟原来默认的是一样的，都没有加的问题。那第二个页面也都改一下，第三个页面，三级页面也都改一下，然后其他的不用改了。你看现在改成这样的，那咱说了，现在是基于 session 的好办，基于 cookie 的现在是可以的，没问题。这跳转是没问题的。二级页面退出，这个跳转这块咱们就是直接有的，但是你到第二个页面现在是不基于的，你看就不好用了，因为现在是不基于的啊。现在我接受它的呢，你看 admin 登录，二级页面三级页面，这都是用 cookie， 这后边都没有链接了。我怎么能让这个链接默认自动的都加上 session ID 呢？这个在 Linux 服务下做的是比较好的，在 Windows 下有的时候是不好使的，所以一般不建议大家用 Windows 服务器嘛。只要你在配置文件里边找到一项往下，你看使用这个 ID， 我把这个值改成一，然后记住这个，把这个选项改成一，然后我重新启动一下阿帕奇服务器，阿帕奇 Restart 重新启动一下。好，现在重新启动完了，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就干嘛呢？就是
所有的链接的地方都包括哪些链接的地方呢？包括我们在这里边手动写的所有链接的地方，它知道这是页面跳转，在不基于酷给的情况下，就把链接的地方加上session名和session ID 的那个字符串，链接的地方会。那么还哪个地方是页面跳转的地方呢？你看所有的表单的地方，它也会默认加上，比如说 PHP SID session 然后等于session那个字符串的形式。还有什么地方会呢？像这个地方，比如说 header 函数，它也知道这是页面跳转，也会加。所以在这三个地方都会自动加，唯一不会跳转的地方就是在哪儿啊？你在 PHP 里边写的像这种跳转它不认识，它不知道这是跳转，也不会会自动加上 SID。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手工的加上，像咱们刚刚说过的，你要手工加 SID 才能让整个系统好使。如果除非你没有这种跳转，全是用 hard 的那种。那这位咱们来试一下，比如说访问一下，退出，现在来看是不是基于再生的。好，现在是基于 酷K 的，这没问题的，不用试了，肯定是可以的。现在你看我是不基于 酷K 的，重新登录。好，这块是 LE87 admin 登录，跳转登录成功了。看第二页链接地方有没有加上 session ID， 你看我这明明没写，它自动给我加上了。第三页也自动加上了，看到没有？然后点首页也自动加上了，退出也会有这个。重新登录 Hello 用户，再登录也会有的。第二页第三页，这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但是你配中间里必须开启一个选项，刚才看到的，只要开启这个选项才会自动给我们加上什么，加上所有跳转的地方，表单跳转的地方，哈的函数跳转的地方，链接跳转的地方才给我们加。你看如果我在这地方不写，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用这个跳转的地方我不写，我复制一下啊，你看如果我在这地方我不写跳转的，你也想让它自动加，你看可能吗？我现在再退出，重新登录，你看啊 admin 登录，你看就没登录成功。你看登录跳转这块没给我们转过来 Hello 用户，这不会。除非你这块用谁啊，你这块也把它改成跳转 hard 那种跳转，但是 hard 跳转你要记住，使用头信息跳转的话，你不要前面有输出，所以需要把这输出关掉，我这才能用 hard 跳转 HEADR hard 跳转，然后 ROCATION 位置等于位置是 index.php， 它会在这样的函数前加，表单前面添加，链接前面加，但这样它不会认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admin 你看没有输出了，刚才咱没刷新啊。哦，Location ROCATION 位置是对的，看一下，没执行到，看没执行到，因为他都没说头前面有输出嘛。是不是咱用户名密码错误了？行，那后退回去吧，这就不是了，还是用 SID。 好，登录成功，跳转指定，你就得这么写，因为它那个加速说跳转它不会指定。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里边其他的函数，我们下节课咱们会重点的讲一下。那这节课呢，咱们先介绍到这里，主要介绍了就是 session 的信息。session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cookie 的，一种是基于 URL 的传送绘画 ID。好，那咱们最好用的方式呢，就是像刚才咱们做的那种方式，用户就用 session 来控制跟踪用户。如果是基于他对方是开启 cookie 的话，咱就做基于 cookie 的；如果没开启，咱就基于 URL 的。现在呢，很多项目呢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做的，不要单纯的用基于 cookie。如果单纯的用 cookie 去做的话，用户又要把 cookie 关掉的话，那么你服务器端就不好用了，就跟踪不了用户了。那你有的项目它就是基于 cookie 的，所以它怎么办？用户一访问的这个提示，必须开启 cookie 才能访问本网站，所以用户只有把 cookie 开启才能访问，那是纯基于 cookie 的。真正咱们做呢，不要用户提示，那就是基于 session 的。当然，如果 session 数据量很大的话，咱们可以单独用一个服务器或者用数据库保存 session 信息呢。最好咱们用前面咱介绍过的 memcache 那种形式去把 session 保存到 memcache 里边。这样的话，从缓存里边读用户信息，速度会更快一些。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呢能对 session 和 cookie 的示例多做一些练习。然后呢，因为项目中呢，只要是基于用户的系统，就不能没有绘画控制。所以希望大家对 session cookie 的每个用法呢，详细的使用一下。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就录制到这里。